金。如今进入台湾所在，我犹原开了一间的私线行，每次家离开家中，远方离去，都并无挂在家中一生的相处。相爱已经人权很大，中大成人，到今未曾甲伊结，认得互伊打一个出格。是我心怀做大遐人，心肝也非常的烦恼。今早刚爬起，并无关心家门到伊，在地下小等一时。靠近肩膀，不必距离。向你请金安，第二，我就是要来伺候你。是，当然咯。大兄是你这么大汉，你会晓对待大兄这么友好，你我都无白饲你咯。那讲中兄是为何？我是大人，有你这个大兄，你照顾又好，我当然爱甲你尊重。是，小妹。小华，你真是真乖卡，也得大兄甲你听着，听话安尼有讲有笑，算咱两位感情真好啊。是啊，大哥啊，你看，你拢从来照顾我，我伫厝内面，拢啊靠我家己一个，相当孤单。尤其是你，这么俗气的，头好我叫小大嫂，无我姑嫂，卖当有讲有笑。就你唔错，阿妈不客气，阿伯来教我做老婆婆。对，小妹啊，你讲的都对，我是阿娘伊面阿袂够，我若到厝内，我都会先嫁你去嘛。真是是真是哎呦，这是简单啦、啊。如果你若想要娶我，你去台南武城去找迄个国文啊，迄国文啊，一样人看工，比人看人细耍，绝对我有阿嫂人好叫。是，但愿如此啦。当照小妹你的愿望，啊对啦，今仔日爬起来，我真久已经无去乡下所在，也是依赖客户的咧。我是讲要离开咱的厝内。需要归需要，听话讲笑归讲笑，啊嘛无闲食，我是无方便。你若出门，一定要赶紧加油。多谢小妹好经营，有时间无早，我要即时就去离开咯。是我很烦。来做家的呀，一个要离开，命要分开呀，这是一件的Thank you.
南府城，啊嘛吼千里的跋涉，啊路途来到祖罗山，我相信啦，王吉龙、王大哥因兜也在不远之处了。啊，你讲祖罗山就在。是咯，我随时啊，王家是过人问人讲路伫嘴的，所以这所在我嘛是第一摆来到，相信王大哥看到咱两个，应该是非常欢喜才是啊。那你借问一下嘛。安尼就好，你过我哪里啊？王大哥嘛，哎，是你大哥啊？王大哥，我原本来要走找你，你竟然出现在我面头前，人讲我打破天的无卖厝，你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哎呀，你话是鬼好久咯，从甲阵当村，还要见过你，到底你是哪里前去的？我原本北野城生活，伫唐山甲你来熟悉了后，我即摆来到台湾报道一个所在，就是要走找王大哥，甲你谈天说地联络感情啊！真是的呀！是啊，好大鸟事，有缘千里迎相会。无缘对面难交陪，今仔日是咱兄弟会搁再见面，也难你死，也无你若无气焰，我会锁家中锁在内，无请你来去阮兜行一段。安尼好，我介绍周贵宾，互你认识就麻烦，麻烦你带路咯。对我来。招待阮两个哦，哎呀，人来是人客嘛，安尼咯，好聚会。